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缘何成内娱最帅扫的僧？王一博对自身的精准的认知定位。扫的僧者，原为金庸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的神秘人物，在少林寺栖身，以洒扫庭院为己任，武功深不可测。 可轻松收服萧远山和慕容博，且智慧超卓，以真化境为该部武侠经典中绝对难 n 万的高手。其实最初我本不想用“扫的僧”来形容王一博，感觉这二人无论形象和气质方方面面都相距甚远。但看到“扫的僧”在现代社会里已成为具有极高技艺却深藏不露的人的代名词的时候，我的心被打动了。 遂决定将其像赠送博士头衔一样赠与王一博，且在前面关上“最帅”二字，以示一丢丢的区别，以减少“扫的僧”三字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。所以，本篇文章探讨的就是王一博缘何成为内娱最帅“扫的僧”。想要深度挖掘内中情由，还真就不太难，因为王一博本尊就身体力行，对此做出了最形象、直观的解释。 就在他邀请小山桃入住一波王炸，他送完那几个极具诱惑力的桃子之后，说：“我看了你几次作品，然后发现你擅长很多，也非常有能量。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编舞师，非常的非常。我也知道我现在战队的情况很不好，但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编舞环境，让编舞师有更多的话语权在里面。请相信我。” 双引号，当火锅局又开涮，在一片香气缭绕的和谐氛围里，王一博回应比赛会否紧张时，张口就是“因为我跟那个一心哥分数咬得特别紧，有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输，就那个时候很紧张，所以说他这一轮输了就放下一口气，而道更哥和现化队长就比较轻松。当然，类似的情况简直不胜枚举。” 像那著名的“你不是人吗？”我不幽默啊，那不是太浪费了吗？你家里人没有嫌你烦吗？女生难道没有一个讲道理的吗？我要告导演。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栏军事节目，是关于狙击手的。为了一个狙杀的目标，他在森林里蛰伏了三天，烈日暴晒，黑夜寒冷，干渴、困倦、疲惫、饥饿、虫咬、孤独。 危险紧张周旋，他一个人都默默的抗了下来，最后抓住仅有三秒的战机，一枪毙敌。记者问他，当时他怎样克服那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困难而取得成功呢？这句话一出，连坐在屏幕前的我都竖起耳朵，生怕遗漏了一点重要信息。可是，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只淡淡的回应了一句：“因为我的眼里只有敌人。” 我的眼里只有敌人，这就可以完美的解释王一博成功的秘诀：专注于自己的目标，而忽略掉其余。他把自己打造成一颗紫檀，向着目标疾驰，全然不会顾及路旁的风景，或者掠过耳畔的烈风，甚或嘲笑以及打压。这样，他将自己的奔赴理想的力量最大化，不会为与目的地无干的浪费哪怕一丁点气力。 这样的完全没有内耗的人生，外在表现必是坦率真实。他的话和他的心永远在同一个轨道上，而且是那种高速直达的，连弯儿都不带拐一下，就一路呼啸着直奔了人家的面门而去，撞得人仰马翻。他也是毫不在乎的，因为他的嘴只对他的心负责。王耿直、王石诚或者王直球，就是此种情况下王一博得到的标签。 但殊不知，这里面隐藏的就是他成功的密码。他登顶扫的僧的秘籍，就像他对小山桃。以他当时战队的状况，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大神，但个体太过鲜明，势必会冲击群体的一致。而此时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编舞师，而恰恰是大神云集，编舞师担心自己的意志不能得到上乘的贯彻。 结果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会给你话语权。”就像他直言希望一星输。虽然大多数人都说这小子太直球了，但静下来又不得不佩服他的真实，不虚伪。希望对手输，这不是每一个参赛者内心里最真切的想法吗？但像他这么直，确确地抖露出来，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气罢了。就像他十三岁一眼入了街舞。 他的世界里就只有那肆意摇摆的身体，而全然不顾及少小离家异国求学的艰难。就像他被陈情两句门外，他的严厉心里就只属于那个清冷深情的蓝忘机，而看不见别人讥笑的脸和不屑的话，而义无反顾登门三世。就像他驰援河南救护家乡，却被网上喷得体无完肤，连央视六公主都看不下去，而替他仗义直言。 可他却没有为自己辩护依据，而是抓紧难得的闲暇时间，骑个小单车逛了一下午的滑板店。他的思路很简单：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就好，其他的与我何干？就像面对一个对别人也许是尴尬又很残酷的问题：如果你不红了怎么办？他的回答一贯的很一核。其实我一直在为不红的那天做心理准备，可能会去开个店卖摩托车。 也有可能会去办个舞蹈培训班，一直跳到我不能跳的那天。就像他所有频出的京剧都是如此。他的世界如水晶般澄澈清明，他的世界如云海样纯净温暖。他的人生没有羁绊缠绕，没有犹疑彷徨，有的只是界限分明的两极：喜欢的和不喜欢的。喜欢的事情要做到极致，而对于不喜欢的，没做过不喜欢的事。 因为都拒绝了，这样的坦率真实，让他将全副精力投身于他所喜欢的事，而能打出全雷打人形。于是，成功如炬。王一博对自身的精准的认知定位，直接决定了他对事物本质的判断与抓取，干脆利落，绝不拖泥带水，裹足不前。这才会造就今日之王一博的辉煌，成就他内娱扫的僧的高度。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。 电影《教父》曾经有句经典台词：“一秒钟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透事物本质的人，他们的命运必定是截然不同的。”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实时是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